杂志集结 K-pop 二代到四代人气偶像登上杂志封面，不同年龄段的美貌面孔让粉丝网友们表示，五月号封面众多美女根本让人选择困难，包含少女时代的泰妍、 TWICE 的娜莲和 NewJeans 的惠仁，各自独特的代表性美貌令人赞叹不已。泰妍作为二代女团偶像代表人物，展现了超级逆龄的稚嫩感，而娜莲一改元气形象，全是前卫风格，暗黑妆造让网友称赞好像死亡笔记本的米海莎超好看。 NewJeans 惠仁刚成为 LV 品牌大使，极具时尚氛围的气质令人印象深刻，飘逸的长直发搭配齐刘海，在充满东洋风的建筑布景中展现了电影感般的迷人眼神，网友们纷纷称赞三位 K-pop 偶像都极具品牌魅力，不愧是时尚宠儿。